非常受欢迎，很成功，那感到自己是非常的骄傲，嗯，真的是不错，因为这也是我们 Channel V 出品的另外另类的一个骄傲的团体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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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有带 CD 要送你，哎，怎么好意思？客气啊，怎么放这么远？好好，掌声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刚好跟思维都有关。因为也是跟舞蹈嘛，你们平常其实就是这样子。从一开始他们还没组团啊，或真正发片的时候，就是参加哦，像我们的节目啊，再慢慢这样养成。要不要跟他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感觉？你说就是跳舞啊？对，从跳舞开始。我觉得，那时候参加节目跳舞就是很快乐，就是我觉得跳舞就是要快乐，不要想太多，对啊，只要有快乐在身体里面，然后。跳出来的东西就会很棒。再次给他们四位掌声鼓励一下，先请就坐一下。刚刚看完。